小萨摩，谢谢兰陵汉媳妇的钱钱。还有两分钟开讲啊，谢谢阿远姑娘，怎么昵称都被占用，我敢去郭仲国，一可是为为什么玩意儿呢，这是这怎么都是英文歌英文名。谢谢院庄双八三红色番茄泥，怎么昵称都被占用，我去。全军出击。谢谢唐三藏啊。啥时候来个电焊工下一把的行不行，谢谢王大的腿毛，谢谢陈梦昂志，血色天袭 Chris Time Pass Out Pilim。 哎呀我操，你是嫌名不够长是不是，先一等一下嫖个骸骨，补刀就 A 你，再 A 往左上角走，再 A 往左边来，谢谢可爱喵，一上来点，再点，往后拉四个药，点，点一走，这波升了。吓唬他就行了，哎，这波吓唬他就行了啊！还有十秒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。这为啥呀？嗯，我屁股上有弱点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这能戳过去，我也不知道这怎么能戳过来呢。先升个三吧，死死吧，反正我们也没交技能，哎，死了就死了吧，没有关系，他也没带药，我们可以塔下耗一耗 Q 一下 A 一下，这 AEA 接一个 Q 致命点炎，你以为你就能不死啦，小伙子？不知道他传送交没交啊？忘记了。算了，这波交不交，咱也回去了。哎，这也得回去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想收一个兵。哎呀，好戳，但是没戳到弱点。收益，收兵。我这个弱点在我的屁股后面，你怎么办？直接一上来点，点，点接 Q， 再点，再点 W 不放，再点，再点 W 走。哎呦我操，这都没躲掉，我没想到啊！这是要闪现 Q 我呀！我这一看，我们直走就行了。
这到底是反应不行啊，还是反应不行啊，还是反应不行啊？等个 W 啊 ，E 过来 ，Q 一下子。这英雄这 W 技能是真快，出手可不好躲了。让我 Q 一下，我就没明白为什么这个 E 能 E 着我？你加攻击距离吗？我操了，凭什么呢？吃点经验，看看有没有死，吃一口。加个屁！那剑姬的 E 上哪加攻击距离的呀？没听说过呀。人马来了。这波别信人马啊，如果他把人马给晕住了，我们可能会死，知道吗？双 Q 好闪，先不要上这波，这波先上晕住我们，我们就死了。这种情况下人马就不应该踢，也不应该打，你知道吧？过来就在他旁边晃悠，先放 Q 等他，先把他 W 给他骗了，然后再打。哎呀，看看能不能吃个塔皮，吃完回家。把鞋出了吧，两把长剑出门。出星石吗？出星石啊，收一下。EAR 转起来，套点盐 ，W A 接双 Q。这波他是没有大的啊，我们是有大的，所以直接跟他打。他除非把我第一段 R 给我躲了行，如果第一段 R 没躲掉，他就是必死。没有传送，再吃他两层塔皮。当吃塔皮的时候，把兵扛在右边，这样呢，小兵就会去打这个塔，我们就能多吃一层，知道吧？细节一点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救！快！救！勾引一波啊！输入 W 溜走，你！一点用都没有啊你！杀王八吧！哎呦我操，这银马的英雄是真猛，就这都能把这王八给杀了，我天！死了！喷！1400，差点钱，把这卖了吧。发条没蓝了，谁知道他没蓝了？他不早说，你出的什么玩意儿呢？铁板鞋加护臂呀、啊，又伤害了吧？38法强，我出个大棒都比你法强多，哪有虚区呀、啊？这
我不走赖谁呀？我刚才看俺们家银马跟那个发条搁我旁边呢，我寻思能勾引他一波呢。你干啥呀？哎，你犯罪啊你！我搁这收兵呢，你偷偷摸摸的跑过去，不干好事啊，去收塔去了。你干啥呢？这是不得杀你了，兄弟？嗯，这怎么蓄气这么高？哎呦，这剑尖儿，好能吸。我都没想到他这么能吸，妈不吸！下路看看怎么回事啊！我们现在就是恶霸，这就是横着走。对，减速的。我看看这个剑尖怎么回事，要越塔呀！我没想到啊，这边越塔属实是有点厉害了啊。你越一个我看看，我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。没想到这里居然有眼儿，这里有眼儿说明什么？说明这里没有眼儿。哎，小淘气，算了，不上了。这是有点装逼了啊！我这一看这 APC 呀，嗯。假装杀王八，其实过来杀露露，把这王八给杀了。来，杀这王八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先上。去吧，扣。没事，那永恩过来也没有用。你让他来。又吃了一个塔，不错。回家，收集者啊！不用你，我自己来。你给我后撤。维鲁斯明显是感知到我来了啊！这里有眼儿，兄弟。别打字了，别打字了，这有什么好打字的呢？你说说是不是？我就想试试我那个抠到底能不能抠过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主要就是想试一试，事实证明，猴的抠可以过墙打的蛤蟆。这不行，这维鲁斯今天必须得死。哎，真的有问题哎！我 EQR 正好三个技能，电刑不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正好 EQR 电刑不出来，是我太快了吗？为啥不出来呢？
Q 没出来，不可能。给银马道歉，哎呀，道什么歉？一个小蛤蟆而已，他都没说话呢，你还帮他道歉？个小王八！用三个独立攻击或技能命中一个敌方英雄时，会造成自适应伤害，没毛病啊！独立攻击。我来了，全死这波，先杀这露露啊，致命点炎，再杀这王八，最后剩一个维鲁斯转过来 ，A Q， 有没有 W 呢？可以杀 ，E A Q， 点一下。2300块钱可以。哎呀，来了，兄弟们，先杀个剑尖变形，这波好像不用闪啊，没事儿，先溜一手，回家买个幽梦。人马憋不住了，那憋不住，那就骂两句就骂两句呗，真是的。再说人家骂没骂我还不一定呢，可能是骂别人的。那你可走不了。这里边有蓝，我先去杀维鲁斯。你要救他呀，那这蓝我收下了啊。来钓鱼，把剑尖给钓过来。这怎么这么大？这是怎么这么大下来的？露露搁家里头就给大招啊，天。应该是有红，把红收了。咦，在下面，在下面啊，在下面，在下面呢，下面呢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追他追他追他，这走不了啊，这盾弓都不出，我让你玩永恩。看看维鲁斯是不是又在这个草丛里边回城呢？啊，没有。我慢点 EQR 能触发，那不行啊。有的时候没办法连招那么慢，不能慢点，慢点用啊。那 EQR 就是一套很顺畅的连招，如果你慢点 EQ 然后再 R， 人家跑了，你都打不着了。
亏。回家出装备，你说他为什么要瞅我们，我就没明白。这完了，这是要死啊。哎呀好顿上忙吧，漂亮，回家把这夜印之风给除了。看看永恩有没有盾弓啊？没有盾弓是可以杀的。这里有个眼儿啊，把眼儿排了。我们其实可以来个暗影扩建，这样呢就没有视野能看见我们，我们就像个鬼一样，就神出鬼没。这里肯定有眼儿，要不然那王八就滚上去了，100%。都不知道哪里有眼儿，哪里没有眼儿。现在啥意思？小王八，我给你报仇啊，你别着急，我帮你把那维鲁斯给杀了。这不有蓝吗？这怎么不拿蓝呢？不太好杀了，他对面连门都不出，就在那高地一挂机。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？应该去打大龙，去打小龙，把他们家野区给他搜刮一下。我干嘛呢？我找人呢？我找人杀呢？没有人啊！这五个人指定都过来守我来了。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啊？这没办法，杀着王八吧，能杀就杀，杀不了就拉倒吧。这非得要干我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这非得愣追，我也没招。加油，兄弟们，扣他，点死他。对线比较右的上单出什么？行，下把给你来一个对线比较右的上单出什么？出一个神圣分离者。这银马感觉也挺厉害的，我想来把银马，都没玩过银马。
刚才电焊工我忘了，那你那老些人呢？剑姬人还是挺幼的，不好杀，去下路吧，把下路收了。没把你给打死，你还敢跑过来？维鲁斯闪现了，不好杀呀！剩个永恩一过来，呀，这咋喷大 Q 了呢？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杀了，这我没想到。